刘刘，你更喜欢他？苏哥哥都好。这个孩子就取名叫杨过。杨过杨过，这年头能有口饱饭吃，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过，你是郭靖郭伯伯？我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有过必改，力行仁义，做事无论对与错，唯心而已。你不可以偷偷的跑掉，飞流今天要乖哦。嗯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郭伯伯，你是真心对我好的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。我郭伯伯，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我问你，可愿拜我为师？弟子杨过今日在此拜小龙女姑姑为师。过来。叫叫！你来的正好，杨过已经拜我为师。你说什么？我一定要带杨过回家。我不能把他还给你，我不想和你打架。